晚上好啊。欢迎所有的姐姐们来到雪飞直播间。咱们在活动开始之前啊，我们把今天的数据做一做吧。我们点赞，我今天要一个10万点赞，不过分吧？左上角的福袋咱们参与一下，谢谢姐姐们。咱们直播间今天突破个200人，也不过分吧？嘿，哦，点累了，谢谢。OK。今天呢是雪飞的生日，很感谢所有的姐姐们来这里陪我过生日啊。嗯，我看到了好多我们的雪宝，虽然他们的名字改的已经让我有点不知道他们是谁了，但是没关系，问题不大。咱们不用那么正式，就像是平时看直播一样，我的学宝们、姐姐们，还有新进直播间的姐姐们，我们还是把今天的数据做一做。今天咱们就不放 DJ 点赞了，咱们今天就正常把这个赞我们点到10万，在这个福袋开奖前，不过分吧，家人们？吃蛋糕了，看看蛋糕，蛋糕给姐姐们吃，我就不吃了。哇哦，烟雨，你认真的吗？不能是为了安慰我吧？有一点遗憾啊，姐姐们，今天的万粉活动跟我们的生日会啊，没有像我们开始预料的一样同时进行。为什么没有同时进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雪飞的这个粉丝还没有到10000。我看看是谁还没有给我点关注。咱们那个这会儿做数据啊，那个续会员的姐姐们啊，可以那个啥说一下，跟咱们管理或者公屏说一下，因为有时候我看不到公屏啊，可能你续了咱们就没有这个奖品了。咱们先把这10分钟数据做完，我们一点一点来。先不要着急开会员啊，我们等会儿再开会员，听我指挥好不好？今天我过生日，咱们首要目标先把这个直播间啊稳定在200多人，然后我们这个点赞我们给它冲破一个10万。 Go， 各位雪宝们、姐姐们，欢迎来到雪飞的直播间啊！相信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大家对雪飞应该也不陌生了啊，同样我对大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很感谢这么长时间一直支持着雪飞、陪着雪飞的雪宝们，还有新进来直播间的姐姐，虽然不是我的雪宝，但也是经常看我直播给我点赞应援的姐姐们，以及咱们无论是从这个精神层次，还是从这个礼物方面帮雪飞过任务一直支持着雪飞的姐姐们，这么多天辛苦大家了。哇，感谢我淘气包姐姐的抖一啊，太帅了。掉，那么在这一时间啊，雪飞为了回馈大家，其实本来不准备办这场生日会的，但是呢确实是想回馈大家，为大家做一点什么，除了好好唱歌之外，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小礼品，
这些礼品不是很贵重，但我觉得里面都是雪飞满满的这个诚意，在此送给我们直播间214啊，我们持续往上涨的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姐姐们。咱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应该2个小时左右，那么有时间的姐姐们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停留，我们一起玩一玩，聊一聊。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说，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咱们的福袋还有3分钟就要开奖了，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姐姐们啊，记得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福袋活动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福袋啊，属于是不会停，可能会一直发，一直发。所以啊，平时在咱们直播间啊，说抢不到福袋、破福袋的姐姐们啊，雪飞今天必须让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中一次奖。记住我说的话，每个人。感谢大家的生日蛋糕啊！然后呢，我们点赞现在也是到了一个10万，没想到这么快。今天，先跟大家看一下吧。我们今天抽奖的一个环节，我们先聊10分钟的天，然后呢，把我们今天这个抽奖呢，先给大家看一看来。由于前两天哈，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失误啊，可能是大家没有看到我们这个1等奖跟2等奖它到底有什么，那么我们现在仔细的再看一遍。咱们1等奖啊，首先是我们10级粉丝灯牌啊，可以参与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10等奖是一个这个迪奥的啊魅惑润唇膏。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啊，咱们这个润唇膏为什么是润唇膏呢？是咱们家大管理薇姐啊，她说我太直男了，如果你挑女孩子的这些护肤品、化妆品什么的，就让她来，就不让我来了。然后呢，除了这之外吧，还有我的这个周边，然后彻青的周边以及苦索的周边，我们3个人的周边一份，因为失眠老师的周边有点特殊啊，那个以后可能会给大家补发一下。然后呢，我们的2等奖啊，是我们这个法国兰蔻香氛护手霜，反正我也没用过，但听说好像应该反正还挺贵的，就听薇姐说的，反正都是我花钱，最后都在我报销，所以就是我送给你们的。然后呢，还有我彻青以及苦索的周边一套。那么我们的3等奖呢，就是一个大周边盲盒啊。我们的周边众所周知啊，我们的这个周边一套啊，总共有7到10份。那么这个大周边盲盒啊，里面最少最少啊会有这个5份，然后呢，可能会有摇摇乐啊，可能还会有些神秘的这个周边。然后呢，我们的4等奖有10份，是我们的小周边盲盒啊，有这么一套。我们4等奖的参与条件呢，是这个3级粉丝灯牌以上就可以参与了。谢谢我春春姐的生日派对，感谢我春春姐。然后呢，今天啊，除了这个粉丝灯牌的活动之外啊，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什么活动呢？由于啊，前两天这个时间要跟大家道个歉，由于前两天啊，就是我们那个打折阅读会员啊，由于雪飞没有给大家就是整好，然后呢，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吧？导致一个就是好多人啊，他明明可以开这个打折会员，但是他没有开成。啊，这个也是我的这个操作失误，所以我们连夜啊，就是加了一个新的奖项。我们往下看，在今天啊，首次开通月度会员的那么姐姐们，我们会送一个我们的定制灯光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什么叫定制灯光画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真的，我是下了很大的这个诚意跟决定啊，才说给大家弄这个。因为这个的话，它光造价就40-50，咱们开一个月度会员，虽然是90块钱，但是我这里只能拿到30多左右。所以呢，这个礼物也算是我比较有诚意的，想给大家送。然后呢，跟薇姐商量了一下，但是呢，仅限于今天啊，
明天再开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开通季度会员的姐姐们呢，除了刚刚的灯光画之外，还会发一套我们的大周边盲盒。然后呢，一定会出一个摇摇乐，因为看见大家对这个呼声好像还蛮高。第三个，首次年度会员啊，那么选图定制灯光画加我自己啊特制的一份实体礼物，这个礼物的话价值应该是在将近200左右，然后呢需要我自己亲手给大家制作，以及我们的大周边盲盒一套。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续费会员活动啊，就是当天续费的这个会员我们也送定制灯光画。听明白了吗，各位小可爱们？听明白了公屏打一个一，让我看一看。掉。这一时间谢谢所有姐姐们的到来，来参加雪飞的这个生日会啊。这个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聊天为主吧，我觉得。活动我们就放到这里吧，然后我们7:20啊准时开始抽我们的这个四等奖，所有的姐姐们啊可以在直播间稍作停留一下。Gail， 突然第一次在这个直播间过生日啊，感谢咱们公主睡觉啊，续费尊贵阅读会员可以找我们的薇姐啊领取我们的周边一份儿。定制灯光画一份儿。哦，感谢我乐乐姐续费尊贵阅读会员，可以找我们的。哇、哦，感谢你诓我更诓续费阅读会员。感谢飞的生哥续费阅读会员。看来大家、哦、感谢我们蒙镇四方续费阅读会员。家人们，我这会儿有种啥感觉吗？我感谢摄政王修正四方续费阅读会员，我有种感谢糖果续费阅读会员，这商量好的是咋的？感谢喵喵续，哇，感谢咱们喵喵续费年度会员，谢谢喵喵。家人们，这会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那个结婚的时候啊，不知道你们那儿有没有，就是送这个叩头礼。然后呢就是照着自己家的亲戚啊就是磕一个头，他们就我感谢九洛开通阅读会员，然后呢他们就给一个红包。感谢炮仔续费啊咱们尊贵阅读会员，感谢英皇叔续费阅读会员，给我磕一个。感谢小田续费啊开通阅读会员，感谢小景开通阅读会员，家人们。哇、wow, 我感觉我们阅读会员群里面要更热闹一点了。不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感谢咱们 S 姐开通啊阅读会员。我太爽了家人们，真的。哎，这会儿好想就是找个人炫耀一下。我感谢小白开通阅读会员，家人们先别开，我想找个人炫耀一下。我看看我找个谁炫耀一下。必须我找车星炫耀一下去，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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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嗨，车星讲。啊，生日快乐了喂，雪飞了喂，雪飞啊，生日快乐！我的红包你喜欢吗，雪飞啊？我数据都没做你知道吧，今天你是寿星，我数据我才开播4分钟啊。不是你可以继续做，我连你的这个主要目的啊不是聊天，是为了给你展示某种东西。家人们咱们还有开的可以开始了。嗯。没事没事，看不见就看不见吧家人们，你继续做数据吧。嗯。OK， 家人们跟随着我们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啊，我们家人们我们把这个赞往上面5万冲一冲好不好，往5万冲一冲、啊、我们现在直播间200来人。不是不是，这会儿没人给我开了呀，卡了车型啊、哦、好像是卡了。
那行，那我退出去吧，还是，这给我整的这老尴尬。好，哦，不找人炫耀了，还是咱们偷摸的吧，还是。哎，好了，我本来那啥，这会儿哭哭就是给我开这个月度会员的，我寻思找你炫耀一下，他不知道为啥跟你连上之后，他们都不给我开了。啊？那等会儿就开了，来，姐儿们，感谢我们先把这赞头往上面冲一冲。的月度会员，感谢000的月度会员，这不就来了吗？家人们，我们把赞往上面冲冲，家人们，我们把赞往上面冲冲，我们冲50000，我们先把这个赞点起来，好不好，家人们？感谢丁宁的月度会员，感谢慈后威震四方月度会员。OK， 家人们，我们再把这个赞往上面冲一冲，家人们，我们冲个那么50000赞，我们想直播间，我们现在200来人，我们把这赞往上面冲一冲，冲一冲，冲一冲。主播是个四面骂声非常旺盛的主播，具体有多旺盛，交给咱们青云堂宝这么来解答。感谢咱们婉月姐月度会员，字字在对面。啊？掉。哎呀，谢谢字字姐，不是，字字回来点个赞好不好？字字，不是，我就找你回来点一点赞，字字，哎，那你继续先做吧。感谢小郑续费月的会员，那我回去了，我就不知道你，我寻思你该做完数据了，你先做数据吧。酱，开几个了今晚？感谢布丁打布丁凯通月度会员。哎，这不我家的吗？啊，那你就哎，不是车间家都不用给我开。哎那我先跑了，我来点赞不点，快开会员去了。感谢心如止水姐姐的月度会员，哇哦，太 crazy 了，家人们。那个为什么还开 PK 啊？因为我 PK 赢了，你得做惩罚呀。你等会儿。家人们，这个把赞往上面冲冲，好吧？我们赞，我们再点一点，家人们，我们再把赞点一点。嗯。你这个我看一眼啊，你放大一点。感谢驸马右镇四方续费阅读会员。今天有种啥感觉吧，陈新强？就跟那感谢咱们不限开通阅读会员，有一种就是那种结婚的时候啊，完了跟那个长辈叩头，他给你发红包的感觉。嗯。你这个什么？我看一眼。三等奖5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奖5个，小盲就无边盲盒1个，10个，首次月度会员1个，首次季度会员1个。哦，我截图学一下，马上我要20000粉丝了，我这个。你学啥？这都跟你学的。你跟我学的。是啊。你这个是首次阅读会员定制灯光号啊？感谢咱们抒情文开通阅读会员，那个续费也定，只限今天。只限今天，啊、续费也行，只限今天。对啊，赔死你！这确实是赔。你好的不学你，赔死你！真赔，就因为一个阅读会员，我到手咱到手不是35吗？但是一个灯光画是那个40块钱。感谢咱们哎，不要说这个，阅读会员不用说这个啊。家人们的陪伴更重要，不在乎这个啊。当然，毕竟我也不重要这个啊，不重要。OK， 我给家人们再发个福袋啊。OK， 那我回去抽奖去了。行，你回去抽奖去吧啊，回去吧去吧。一会儿再连你啊。嗯，好，行，生日快乐啊。哎，嗯，感谢我续费阅读会员，家人们，呜呼，这会儿真太爽了，家人们。哎，刚刚那个纸怎么不到了？等会儿啊，我把它打开。哎，我把它放到这里。嗯。咱们现在啊，开始抽奖吧，家人们。稍等我一下啊，我开一个。哦，感谢咱们小智，感谢宁静雨轩开通月度会员。掉，家人们，这感谢咱们思思开通月度会员。这会儿家人们先别开，我们先抽奖，我容易忙不过来，我怕给大家就是那个，遗漏了或者怎样，咱们先抽这个4等奖，
哦，说一下咱们四灯的要求啊，是这个大于或等于咱们三级粉丝灯牌可以参加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四灯奖的这个福利是我们的小周边盲盒，会有就是主播的这个盲盒在里面。然后呢，这个盲盒可能会有摇摇乐，也可能没有，每个人收到的都不一样。四等奖的口令是，我想想，祝雪飞前程似锦，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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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们开一个3分钟的抽奖。左上角我们有一个福袋，是我们一个粉丝团福袋。现在我们再抽我们家四等奖。三级粉丝灯牌就可以参与了一个周边活动，我们的四等奖一共有10份，那么我们福袋啊就取前10个人，好吧，我到时候会把前10个人截图出来给大家。咱们组马上啊，正在审核中。谢谢咱们小狐狸老师的热气球啊，用菲菲头发许愿，那都让你们中一回，那我不完犊子了吗？啊，希望所有的姐姐们，我说白了，那么多天，我跟你说，你们之前没有抽到福袋的，说不定就是在干嘛呢？在积攒这个运气，知道吧？你们积攒完了这个运气，就是没有抽中，今天一下子全中，大的也中，小的也中，好吧？OK， 咱们左上角的粉丝团福袋我们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家三级粉丝灯牌就可以参与啊。那么没有到三级粉丝灯牌的宝子们也不要难过啊，咱们今天晚上福袋活动会一直给大家进行，只要来到雪飞直播间啊，我必须让你沾上一份喜气。咱们今天338个人必须每个人都给我抢中一次福袋。不计较成败。左上角我们336个人，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只有那个158个人参与啊，是因为三级以上的粉丝团太少了吗？不能啊，我觉得雪飞还是有点画面的，我说白了。我觉得今天运气不好，我从没猜对雪飞几点出现，那就说明你今天这个好运它会累积，会叠加啊，不要难过。啊，家人们，明天我就要那啥了，我就要去旅游了，就是去一天，我跟我的朋友们自驾游去318环线看一看美丽的重庆风景。感谢公主睡觉的520玫瑰特效，好想看一看啊，真的好久没有就是认认真真的去旅过游，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了，真的好开心啊。不是二考吗？咱们二考改了规则了，不是明天集体二考啊，不去仙女山吗？仙女山怕一天玩不够，所以就不那啥了。咱们的福袋还有1分多钟就开奖了，三级粉丝团以上的人我们取10个，我们可以参与一下。咱们三级粉丝团就可以参与的一个福袋，那么可能我们三级粉丝团的姐姐们对雪飞还不是很熟悉，对雪飞还不是很了解，那么希望通过这一次啊，这一份幸运能够建立起我们之间的这个连接纽带，可以让姐姐们更好的了解一下雪飞。我们福袋还有最后30秒就要开奖了，家人们，掉，记得参与一下。爱我的人才不会痛。中福袋不重要，中周边才重要。咱们这个福袋不就是周边吗？现在这个就是抽周边的，你们在想什么呀？看一下我们的四等奖。哦，我们的福袋开奖了，让我们看一下是哪些幸运儿啊，我会念出来他的名字。我们的
是莹莹啊，韩思苗，微央，百事小甜心，我们居子姐，黎黎姐，明月夜，不限，还有西谷，这是几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还有我们的叫 E 的一位观众，都抽到了我们的这个福袋，中了没中？这个我说一下，我想一下，那这有抽中福袋的，但是没中奖呢，这咋办呢？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啊。Girl，这些都发吧。家人们，因为我调错了，有二十个中奖名额。但是呢，有的姐姐们抽中了，然后呢发现自己没中，白高兴一场啊。但是吧，我觉得不太好。那既然抽中了，那这份喜气就该属于你啊。那我就再，那我就再破点血吧，家人们。那么我们刚刚抽中的这些姐姐们，所有就是抽中福袋的姐姐们，都可以有一份我们的这个小周边。然后呢，我们想要周边的姐姐们可以私聊一下我们家的管理，去领取一份你的周边。没截图，我截图了。好吧，都给大家，真的。咱们今天就难得过生日，难得过生日啊，那大家都开心一点，不许有一个人带这个失望，我们遗憾退场。然后呢，很感谢啊咱们家的管理薇姐啊，去这么多天啊瞒着我，偷偷给我就是设定了一个这个我们各位老师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听说还有杨总，我就寻思现在咱们家牌面已经这么大了吗？看一下跟我们录这个祝福的老师们，好像听说都是有头有脸的老师们啊。咱们看一下，看一下雪飞的这个牌面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家人们？准备好了，公屏打一个一，让我看一下。你是流量超红 PPT 上全部都是你，以后能没作品吗？你的声音更变本。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再发一个福袋，我们这个福袋就发个五分钟吧，然后发一个全民福袋。祝雪飞越来越好。OK， 咱们现在播放一下我们各位老师的视频，左上角的福袋记得参与一下，家人们，是一个全民福袋，只有五分钟啊。我们看一下吧。哎呀哎呀哎呀！这么大声音，不是这玩意儿声音这么大吗？吓我一跳。我把这个声音拉小一点啊，稍等稍等。来来来，搞错了，重新打开一下。嗯，等等等等，先别慌。我这好抽象啊，这个做的。嘿，雪飞。哎，上来就是杨总啊，家人们。等会儿，杨总这个出场我要重新再来一遍，来。嘿、hey, 雪飞生日快乐，我是郑州第一网红赵天涯啊。然后雪飞呢也是一个非常牛逼的艺人音乐人，怎么讲呢，生日了，希望你未来呢开开心心的，
健健康康的。哇哦！多挣钱，少生气，越来越好。网络道路一路长虹。Happy good morning to you. Happy good morning to you. 太有排面了啊！感谢杨总，谢谢杨总，谢谢郑州第一大网红。嗨。先看。生日快乐，张雪飞，要加油哦！我是晚安，很开心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生日，我和你的粉丝们会一起陪着你一起过的。要开心，要快乐，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加油！真好，家人们，第一次看到晚安姐这么温柔，真的，是吧？原来晚安姐温柔起来真的很有魅力啊！谢谢晚安姐。我是来自天，哎呦我大哥，超哥男明星演唱的苦锁，同时呢也是新天外天选 F4 的大哥。大哥，在这里呢祝我四弟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开心，在以后呢能够给咱们学宝们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大哥怎么突然这么官方了？更开心的笑脸，希望你下一次生日的时候能够成为千人主播。大哥相信你，天选 F4 加油，四弟。谢谢大哥，我想听黑色解答。生日快乐，二哥嘛，四米八三。嗨，我是车青酱。有四个字，每年大家都会跟你说一次，但昨天说早了，明天又说晚了，今天说才是正点，因为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四弟，雪飞，哇哦，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二哥，四米八三，我是雪飞。叮咚，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是咱们的四弟，我们的张雪飞老师生日。从一七年听你的歌真的是在我的年度歌单里，然后慢慢的我们慢慢发展成了天选 F4， 真的很幸运，然后也很高兴，咱们既是兄弟也是同事也是家人。哇，然后希望你每天开心，过生日嘛，开心最大。好，谢谢三哥。是啊，一七年听我的歌，现在成你老弟了，不是？但是谢谢三哥。咱们雪飞老师，哎，老 KZ， 老 KZ 家人们啊，这里啊要着重那个提一下，有好多人不知道我们这个 KZ 是谁啊。他是我刚开始来听的时候啊特别照顾我的一位老师，后来我俩都处成了哥们儿。当时他播间170多个人，200多个人，我直播间20多个人，哎，一直就是对我特别好，对我特别照顾，我互联网上之前最好的朋友。咱们看老 KZ， 生日快乐，以后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以后扣什么。哦，感谢黄姐续费，尊贵月度会员。咱们那个月度会员进群了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妮妮老师啊，在我们的 VIP 管理群里面。100.0 200.0 300.0都秒过。福袋中奖的各位姐姐们联系一下我们的 GF 姐姐。Hello， 续费老师。微微老师，微五十老师，微五十老师，家人们啊，微五十老师对我也挺照顾，就是从来没有让我给他微过五十。我是微微，先呢祝你生日快乐。走心小白家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2017年10月6日，对不对？掉啊，期待走心了，走心的单曲，让大家都能听到啊，更好的作品啊，都要展示给大家啊！谢谢微微老师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加油加油。 Hello 雪飞老师，哦，Buff 老师，我是 Buff。 Buff 老师是在林一阁唯一一个坑我阅读会员，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阅读会员就是给的这个老师。咱们下次管他要回来。愿你时时刻刻有快乐相伴，分分秒秒与好运缠绵，日日夜夜与安康为伴，年年岁岁有幸福开颜。在你生日的这一天，祝你生日快乐。谢谢 Buff 老师啊。问你一句啊，你拿什么抵抗我？咦，我勒个豆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月。哦，六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敬爱的原创音乐人张雪飞老师的生日大吉，生日之吉啊，就是说我们祝雪飞老师 Happy birthday to you, to you.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everything to you， 反正一切就是 happy 就好了。雪飞老师，六哥生日快乐！真的给大家说一下，六哥，关于六哥，真的，六哥真是对我太好了，而且对我们听的这个新人们也都非常好。那刚开始来的时候啊，真的挡都排不上，任务过不去啊，是六哥啊，他给了我这波流量，给了我一波机会，才能让我更好的发光，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我。真的非常感谢六哥，也感谢所有的六公主们，咱们特别提一下，我们继续往下看。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奇一人。哎，黄老师，在这里祝张雪飞老师生日快乐。雪飞老师是 rapper 界当之无愧的天花板，火花，原创歌曲一首接一首，流行温柔，说唱炸裂，对音乐是真的热爱。祝雪飞老师事业长虹，同时祝雪飞老师生日快乐。感谢咱们黄奇老师啊，黄奇老师也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原创音乐人。最开始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俩很早就认识了，还一块儿共创过一首叫《那个女孩》。这里也祝黄奇老师跟所有黄金国际的小主们越来越好。Hello， 圣特学，哎呀，圣特男神，全体806甜妹们，祝雪飞老师生日快乐，事事顺心，直播事业一路长虹，越来越好。谢谢圣特老师，圣特老师也是最开始就很照顾我，在这个档上每一次主持投票都会给我投票。祝雪飞老师，哎，大强，大强老师生日快乐，谢不柔，祝你蒸蒸日上，祝你一路长虹，祝你是个大网红了 ，Perlay。好好好，谢谢大强。祝好兄弟张雪，哎呀，来电，小飞生日快乐！祝你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祝你前程似锦，好事连连。不是，我都没反应过来啊，还挺押韵，怪不得，不愧是来电老师啊，傅约老师。Hello 呀 ，Hello 呀 ，Hello 呀，我是听聊歌起的傅约。在这里呢，祝我的老铁张雪飞生日快乐！感谢咱们新乡的傅老师。虽然说认识不长啊，但是相处起来非常的愉快，非常融洽。希望你能在互联网的道路上一路长虹，越来越好。谢谢傅老师。等你走到巅峰的时候，回头看看兄弟们，我们都在啊，咱们一起，我们必须一起到巅峰相见。Party，哎 ，Party。Hello， 大家好，我是冬眠。在这里祝雪飞老师生日快乐，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愿你每天开心，每天快乐，希望你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一帆风顺。谢谢小冬眠。Hello，大家好，我是草原狼王小伟，很高兴以这样的方式参加我们张雪飞老师的生日啊。那么在此呢，我仅代表我本人还有的小狼仔们，祝我们的张雪飞老师生日快乐，一路长虹，越来越好，兄弟。谢谢咱们狼王。让我看看是哪一位小可爱的生日。哦，原来是雪飞老师。祝雪飞老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收获无限的祝福和喜悦，愿你未来的道路上充满光明和成功。在这里想对你说，雪飞老师永远是我们心中一颗璀璨的星星。不愧是语文老师，愿你的生活像你的直播一样充满活力和魅力，希望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今后的日子里可以充满阳光，充满快乐，幸福满满，事业蒸蒸日上。感谢志毅老师啊，屌。家人们，怎么说呢？这一波，我感觉啊，那是相当的有排面了，真的。我感觉就是，咱们听朝起啊，还有我所认识的朋友圈里面啊，这个所有有头有脸的老师们啊，都给咱们送上了祝福。啊，不仅是雪飞的面子，也是我们雪宝。正因为有那么多雪宝们支持我，然后呢，让雪飞越来越好了，我们才有这么大的面子。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各位雪宝们。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抽我们的三等奖。我们的三等奖是什么呢？我们的三等奖是我们的大周边盲盒一份，那么是我们六级粉丝灯牌可以参与的一个盲盒抽奖活动。我们所有的六级粉丝灯牌，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三等奖一共有五个。
六级灯牌。我们的口令是，刚刚都是祝雪飞了，这会儿祝大家吧，祝大家事事顺心。咱们倒计时三分钟，咱们家所有的六级粉丝灯牌们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左上角的一个福袋了。那么咱们这次福袋的礼物是我们的一个大周边盲盒活动，那么没有六级的姐姐们也不要灰心丧气啊，我们雪飞一会儿啊，我们抽完奖了之后啊，我们直播间会持续给大家发放大福袋，这份喜气今天必须传递给所有直播间的姐姐们。祝大家事事顺心啊，现在看到啊，我们家六级粉丝灯牌啊也能瞬间达到个一两百人，说实话雪飞心里边非常的欣慰，也一直很感谢大家这么久以来的支持跟陪伴，太宠了。给我中，必须中啊，必须中啊。我换个波波。还有啊，我问一下啊，就是在前面啊几个月里面啊，大家最最关心的一个东西啊，也不是最最关心啊，就是有部分姐姐比较关心的一件东西，是说，就是从我来到林荫阁的那一天到现在啊，中间有无数人给我提过，但是我始终都没有做的一件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有知道的可以打在公屏上。Girl， 我感觉这件事情还挺羞耻的，家人们。女装，我可没有答应女装啊，真的。对，有这个撒娇八连活动。最开始为什么一直对这件事情如此抗拒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我是一个对音乐一直比较专注的人嘛，我个人觉得。然后呢，我觉得自己花了那么久去唱歌，把歌唱好，肯定是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我的音乐，所以我不想以这种方式啊去获得别人的关注。然后呢，一直以来也都拒绝了大家。但是呢，后面啊我就发现了，似乎我们所有的雪宝们啊，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了解，你们已经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播了，你们也知道我以前的一些经历，我以前在哪里唱歌。那么在我自己的这个心理建设以及这个我们家大管理薇姐的疯狂 KTV 之下，我也属于是妥协了一把。练了三天，现在大功告成。那么我们颁完奖之后，我给大家来一下子吧，看一下我们中奖的啊姐姐是哪几位姐姐。恭喜咱们的窝窝一小姐姐、百事小甜心，还有信封，哇，信封好久没见你了，阿酱以及我们的青铜小姐姐，都抽到了我们这份三级粉丝灯牌的活动。那么这一时间啊，可以找我们的 GF 姐姐啊，领取一下我们的一个三等奖的大周边盲盒一份，里边可能会有摇摇乐。那么没有抽到的姐姐们也不要灰心丧气啊，咱们这一时间再发一个福袋。谢谢大家的到来。得了，在你这没有运气了，平常是有运气的，不可能客厅，今天必须让你抽中，必须啊。感谢咱们伊恩的啪戏粉开通尊贵阅读会员，感谢感谢。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走下一个环节吧。
这一刻，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但是呢，该兑现的承诺啊，雪飞也要给大家兑现一下了。开始了。好吗？求求你了，拜托拜托，行不行吗？我不管，你最好了。我知道错了，需要一次嘛，人家想你了，陪陪人家嘛。亲爱的，你在吗？带我打游戏，我辅助你啊，宝贝儿。有人欺负我。不管是练习了多少次啊，实际上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啊，反而就是没有那么自己练的时候就没有，哎呀，就没有自己练的时候那么会撒娇。不是，我练的时候我挺好的，但不知道为啥，这到直播间里边，就实际一演的话，哇，不是，我现在脸都红了，家人们，没有咬牙切齿啊，真的。再来一遍啊，真的。最后一遍啊，我就努努力啊，真的。现在我脸都红了，真的，我明显能感觉到我这个脸疯狂的发烫的。再来一遍。哎，我脸好红，就我了个豆。Please don't fake it, show me what you're all about. I got wasted, learning how to let it out. I can't take it, kiss me with the lips of doubt.好吧好吗，求求你了，拜托拜托，行不行嘛？我不管，你最好了。我知道错了，就一次嘛，人家想你了，陪陪人家嘛。亲爱的，你在吗？带我打游戏嘛，我辅助你，宝贝儿。嘤嘤嘤，有人欺负我啊，哭唧唧，小可爱啊，等你呀、啊。人家喝醉了吗？你来接人家吗？接人家有奖励，我就不说啊，过来就说啊，好不好嘛？亲爱的，么么哒。不是，我可以狡辩，不是，我可以狡辩啊。不是我整这出，就是啥呢，就是大概啊，在我撒到那个一半的时候啊，我感觉我这个脸实在是红的不能再红了，家人们，就是真的啊，就我感觉我自己，我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然后呢，我不得不使用一把这个压声来掩饰我内心的这个紧张，家人们。但是我私底下练的时候要比今天好很多，然后我再克服吧，等咱们万粉活动的时候咱们再来一把。不是，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我
哎，先给我脸干去老红，家人们，真的，真的呀、啊，就从小到大，真的，我跟我妈我都没有撒过娇，真的，我真不会这玩意儿，真的，我尽力了，家人们，我老尽力了。哎，我现在一头汗，等会儿啊，我拿个东西擦一擦。哎呀。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哎呀，我勒个豆儿！有一种啥感觉吧？就刚刚撒娇的时候，我终于想到怎么形容了，就有一种少穿了一件衣服的感觉。就在大街上走，晚上突然感觉自己少了一件衣服那种感觉，超级羞耻，家人们。谁说张飞撒娇啊？啊！呀，你走啊！你怕？你嘎？你太过分了！这是，哇！你太过分了！掉！咱们左上角福袋记得参与一下，我们是一个全民福袋，咱们那个粉丝等级不够的，我们可以抢一抢我们一个这个全民福袋。咱们今天晚上开多久，我们发多久。然后呢？没有给雪飞点关注的可以点关注，我们加粉丝团，谢谢大家到来。 Gail 哪里有，飞飞撒得很好。哎，别骂我的小事，我都知道，我本来我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设，家人们，真的。哎，咱们马上八点了，然后呢我们下一个节目就是跟我们天选 F4 的各位兄弟们，我们去聊会儿天。KZ 在不在今天？看看啊，我们先连 KZ 吧，因为一会儿连 F4 就连不了 KZ 了。KZ， 好 ，KZ， 不出我意外的，今天属于是没有开播。没事，就是在我意料之中。啊，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对，我听说了，他出门吃螃蟹去了。行吧，行吧，没事儿。那么我们一会儿再抽奖的话，就要抽我们的二等奖跟一等奖了。然后呢，我们的月度会员、季度会员，还有我们年度会员啊，以及我们续费会员，今天都有礼物。在这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我们可以看，哎，有点大，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啊。稍等我一下。信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新做的灯光画的这个图长什么样啊，家人们。就是我们开通会员的那个灯光画啊，给大家看一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长这个样子。是用咱们的最新版例会做的，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开会员专属的一个这个灯光画小夜灯。然后呢它不开灯的情况下是那个线条黑白的，开了灯就会变成这样，然后有各种颜色。我们还做了好几款，还有这个背景大鱼鲸鱼的这个背景，以及对，一看就是薇姐喜欢的风格。啊，走了。你先去，我这还在忙，晚点人。然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开会员灯光画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以后的周边啊。正好借着今天生日啊，我们把这个周边也做出来了。我们周边以后送什么东西给大家展示一下。稍等我一下。又没中吗？没事，没中还给你发，马上还给大家发。这个是我们以后我们家这个周边的一个礼物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十级粉丝灯牌啊
会送我们一个立牌，一个钥匙扣，然后呢一个摇摇乐，一个卡套，一个便签纸，还有我们的冰箱贴。然后呢我们的十一级灯牌呢是给一个我们的立牌，给一个我们钥匙扣，给一个摇摇乐，给一个卡套啊，冰箱贴乘二，摇头乐乘一。我们十二级灯牌礼物啊，为什么说今天开会员是给大家发福利呢？因为咱们这个灯光画啊，除了今天以后，我们还要灯光画的话就要挂到这个十二级灯牌才会有了。然后我们十二级的灯牌礼物是立牌、钥匙扣、摇乐、卡套、冰箱贴、摇头乐，以及我们定制灯光画一份。我们的十三级灯牌礼物呢，是一份我亲手为大家制作的一份实体礼物。那么各位学宝们，我们加油努力升级吧。四 D， 来我们来三二一，生日快乐！谢谢我三位好哥哥，那拿来吧。啥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生日快乐，四弟！感谢三位哥哥。那特勤老师怎么唱的这么呲牙咧嘴呢？哪有呲牙咧嘴啊？你先把你的那个小电人往下滴溜滴溜。好嘞，看不着你了。好嘞，我咋呲牙咧嘴了？你太埋汰了，大哥！你这个李大哥，你别把大家，你这全是自己人呐、属于是你自己人呐、大哥，你这整这。感谢咱们抓飞飞的公主开通月的会员呀！感谢失眠的老妈子，这送华灯初上，谢谢。谢谢满堂，这太客气了，兄弟们，生日快乐！有啥客气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四弟又长大一岁了，希望，你能赶紧，你就是什么什么的，你希望你明天就能跟紧哥哥的步伐，哥哥们的步伐，赶快万分。那你都那可以点一点吗？我懂。那就对，家们，给老四点点吧。家们说到这儿了，那点一点吧，给四弟点一点，能不能破个万？我们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四弟来破个万来？我看一下还差多少啊？还差200多，还差200多，差不多了，应该一两天就可以了。谢谢兄弟们，真的，看能不能普天同庆啊啊！人今晚上能挨个连，你连完你就点点关注，能破万的，知道不？你挨个连，哪个老师再连哪个老师，我找人借点粉丝是吗？借点。不，那也太现眼了吧！我找人借点，还没抽完呢。我刚把那个三等奖抽完，一会儿抽二等奖跟一等奖。哦，那个周边到时候抽中的告诉我啊，那个要我们的那个啥，给你发过去啊。OK， 嗯，行吗？嗯。那四弟对我们有没有生日什么什么许愿许了吗？许了呀，但是我许了，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啊。就是你今天你给我打开那个红包，我满心欢喜的点开，里边是一张5块，就是我当时有点没绷住。重要的是心意，是数字，是吉利，对，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厅里边有一个我非常不怎么熟的老师，他给我发了一个166，然后我满心欢喜的打开，我以为是199的时候，是一张5.20。没事，这才能证明我们是真玩，正儿八经的。对，越是兄弟的发越少，知道吧？知道吧？你什么时候过生日啊，陈金江？我那还早了，我太早了。没事，我到时候给你发美团红包。太早了，明年的事情，明年说啊。今天咱们有什么节目吗？那不是问你吗？你定吗？啊，寿星最大吗？没关系啊，就是我觉得除了过生日之外，我觉得我们正常四个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好，那还我钱。我觉得我想吃水果，我们三个该怎么玩就怎么玩吗？所以啊，家人们，告诉大家什么事，重要的是仪式感，不是数字，好不好？大哥，三弟怎么不说话？大哥，
因为我在想你在偷吃薯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闭麦吃薯片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大哥，你跟他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跟他闭麦吃薯片啊，完事儿没事没事，怎么说呢，今天给老四点一把大哥常吃的老三样，有没有？哎呀，今天还说出去吃点好的，那就吃大哥这个吧。嗯，希望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和大米饭的浇灌之下，你能茁壮成长，好吗？行，我再来一瓶东方树叶。哎，那就齐活了。行，大哥，等你来河南，我也请你吃老三样。河南的老三样和东北老三样，可能有点差，有点差，有些许差别，但一样好吃。是吗？OK， 四弟，老三呢？哎，嗯，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你的忌日啊？那没什么，开玩笑。然后有一个，我要音乐啊！来，哎，小哥女神，小哥女神，有点大，有点大。OK， 好的。2017年，几月份我忘记了。当时点开红色音乐 APP， 有一个日推啊，点开那个功能，第一首《走心小卖家》，歌手张雪飞。我刚听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旋律就很洗脑，吸引到我了。果不其然，过了段时间大热了。兜兜转转，到我学完音乐之后，来到了新天外。哦，认识一位老师叫张雪飞。我说这人他不是真张雪飞的迷弟吧？他说张雪飞就是我。很缘分啊，四弟。确实。就是，我不仅是你三哥，也会。一直认真听你的作品，我和你要说，我不仅是你三哥，也是你迷弟呢。也会一直听你的作品，就是今天是你的生日，又长大一岁了。咱们长大一岁，要比去年多更多的开心，收获更多的粉丝。失眠，在这里祝四弟直播越来越好，早日破100,000粉，每天都能开心心的。所遇皆良人，生日快乐！谢谢三哥，生日快乐！谢谢三哥，三哥太危险了，真的。我觉得认识我们天选 F 四的三位哥哥，也是我今年我觉得最顺利的一件事情吧。啊，你要唱这个歌吗？我不会呀、啊，我会唱。哎，那个啊，继续说啊，继续说吧。我说完了呀。四弟说啊，继续说，你继续说，来。我老给老给误会啊啊啊！你说，站着站着，你说呀，真显眼呀、啊！不是你整这个波波，我就想删就删不了。啊，那还给你吧。好了，我还给你啊，我们多听会儿。你还给我，我也删不了了。妈，来，给你了，还给你了，给你，大哥，啊，你不得跟四弟说说话吗？你不是有好多话想跟四弟说吗？我要说，何欢死亦何苦？何为幸福？也何为痛苦？眼泪是最真实的表露，但从不希望谁又为我而哭。吝啬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原因多半是因为孤独。我已经很久没有倾诉，我的眼都与这黑暗为伍，睁开眼睛不断吞噬垃圾，日积月累的在我脑海里堆积，大脑就是变成一个垃圾场。回忆此时，好了，大哥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嗯，谁家过生日你给人家唱丧啊？啊？这是我唯一一个会的你的歌了。哦，盼我死。那换一个，换啊，换一个啊。嗯，你也没什么有精气神的歌，走进小卖家上放了。我来整一个精气，我来整一个精气神的歌，过分了。我整一个。哦。
等一段啊，这是代表我们其他三个家人们吗？兄弟们吗？留给胡伟啊啊啊啊啊！告诉朋友真的好爱他，我说我是这个做新的小卖家，得到你的时候我会爱不释手。Polly don't 给我你的微信号码，我相信你坐在我的副驾，我就会跟你去吵架，你就像现在堵住你的嘴巴。在 Polly don't 看你第一眼忍不住蠢蠢欲动，当天晚上陪我坐地铲，梦里我像儿童，你口水直流。确实能听出是会的吧？没啦了，没啦，听不完呢、啊，不够听的、啊，要听要听还要听吗？咱们不够听的话，去搜索一下咱们的。不够听的话，四弟唱吧。四弟，你直接现唱吧，四弟。行，那我本来我准备有一首歌就在直播间给家人们唱的，然后呢，是不是不太好啊？我就不唱了吧，真的。要不你唱吧，有啥不能唱的？唱啊、有啥不能唱的？你过生日最大吗？谁家说句不，我去，我就没有没有没有，我这首歌确实不太适合在这个氛围下唱，啊啊啊，会影响现在这个气氛，我就先不唱，咱们卖一首关子，一会儿回直播间里给大家表演。我们不能听啊，那你来一个，你来一个，我来一个啊，来一个，你唱得了，真的，那你来个走心小卖家行不行？我非得来这个吗？我觉得太好听了，那不来也行。那这样吧，那么咱们四个要不整个合唱怎么样？咱们来一个九尾的合唱怎么样？都给雪飞唱死他。哦、嗯啊，合唱来个合唱雪飞，都跟雪飞来一下。难道二弟要掏出他了吗？啊？哦，不会吧，二哥这是什么操作呀？二弟不会要掏出我的好兄弟了吧？我了个豆！我勒个去！你们在说啥呀？啊？这是我俩的内心 OS， 你们，你们两个太牛逼了！你们两个给我整一脸懵逼，给我整黑脸问号了，是属于是。嗯，别 OS 了，你们觉得我回去继续抽奖去了。啊？不唱歌了？那继续抽啊？晚点吧，今天不过生日吗？主要是陪粉丝们过嘛，我就寻思跟三位哥哥们见个面嘛，就是因为家人们也很希望，就是在生日的当天啊，我都把你们三个写到流程里边了。必须要跟三位哥哥见个面。哦、那我们留完了吗？哇哦！我们只是我们只是今天的流程完了，我们以后不是每天都要见的吗？三位哥哥，还有几分钟呢？嗯？那我们还有几分钟呢？是的，国姐她早都有了，好久没看我直播了，国姐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哦，结束了，那该走了，那我走。嗯啊，那我们走。没事，我等三姐什么前整完吧，你再连吧。再说嘛，哎，没事，我一会儿啊，整完了之后吧，看看情况，我们再连一下。OK， 好，行，那你们仨玩吧，那我回去了。去吧，快乐，拜拜，挺快乐啊，去吧，拜拜，谢谢大家。回来了，再次谢谢我淘气包姐姐啊，哎呀，真的，我们。回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换一个氛围，家人们，那么这一时间啊，所有的姐姐们，我们现在要抽我们的二等奖了。其实抽奖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这份周边，不是这份那个福袋里面有多少金币，我们在意的就是这一份喜气跟感觉。四个多月，120多天的陪伴，从最开始陪我到现在的，有的人长，有的人短，不知道在这四个月大家对雪飞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但是这四个月啊，我自己真的收获了特别特别多。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提一下我们的薇姐。在我们薇姐的疯狂 PPT 之下，我成长了，越来越成长了。从什么也不会的我，支离破碎的我，慢慢的又成长了，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抽我们的二等奖。我们的二等奖是我们的九级粉丝灯牌还能参与的一个奖项，也是我们直播间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陪着雪飞的人。我们设置一下，唯一我们的二等奖一共有两个，雪飞雪宝，这一时间我们直播间的姐姐们，我们这个九级的粉丝抽奖稍微有点长，1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们九级的学宝们不论怎么样在什么时候都会陪着我，你们就是我的底气。所以我们的学宝九级粉丝灯牌的学宝，我都认识你们，你们每一个人我都叫得出来名字，我都能说出来我们之间的故事，真的每个人我都可以。在这么多天的日日夜夜的陪伴下，姐姐们感谢有你们，感谢大家。在这漫长的9分钟里面，我要跟大家看一个东西，我的字有点难看，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啊。这篇是我在20号那天晚上给大家写的一封信。当时我在写我们 F4 的团歌，我写了4:30，突然一下子所有的情绪上来，非常想要跟我们的雪宝说一些话，于是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并且是用手写，尽我最大的可能啊，写的工工整整，在这里我要念给大家听。是我最最最重要的雪宝们，大家好，我是张雪飞，今天是我来到星天外的第4个月，也是我的生日。在11月20号的凌晨4点，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望向窗外重新微亮的天，打开窗户，我闻到了星星的味道，我想我会成为那颗星星，成为在你们迷茫的时候抬头就可以看到的那颗星星，做到我在说唱圈没有做到的事情。感谢大家的陪伴，这么多天的应援支持，照顾我这样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很没用啊，总是容易破碎掉，反反复复的把自己粘好，反反复复，你们一定很累吧？对不？谢谢大家。我是一个不太会撒娇的人，不太会示弱的人，但偏偏也是一个脆弱的人。我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快一点成长，我要快一点成为可以保护我在乎的人那种厉害的家伙，我要保护我的雪宝们。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拥有你们是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
最幸运的事情。我们一起顶峰相见吧。我们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我差一点就要放弃梦想的时候，在我满身伤痕对音乐失望的时候，我来到了新天外。一路以来被人欺负过，一路以来难受过，有那么多值得我在乎的人离开了我，有那么多我甚至觉得他可以陪我一辈子的人也离开了我。经历过谎言，经历过背叛，慢慢的成长到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模样，我用了4个月。家人们，这一刻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了在某一天我在舞台上，我在唱歌，台下站着我的学宝们，旁边是彻青大哥，也在旁边失眠，也在闪闪发光的舞台上跟下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真的看到了，家人们，再给我一些时间吧。请相信雪飞，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绝对不会塌房，这是我能给大家做到的，我最自信的保证。雷丁高，这一时间啊，先给大家唱一首歌，是我最近最代表我自己的一首歌，送给我们直播间还在的家人们，因为留到现在的雪宝们才是真正的我们建立过有羁绊的雪宝们。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送给你们。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把握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得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背
没破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相信微笑要暖得像太阳。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必定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相信微笑要暖得像太阳。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都爱仰起头不听命运的话。我要去看那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一定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在我不愿意落泪颤抖的时候，谢谢有你们心疼我。那么我们看一下刚刚的二等奖是我们哪个幸运雪宝抽到了吧。哦，我们的栗子跟要叫我宝贝抽到了我们的二等奖，很高兴。我们九级的粉丝灯牌也有60多个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奖，我们的天选一等奖。60秒的时间，锁定我们左上角的一个福袋，我们还有60秒就要开奖了。那么雪宝们，十级雪宝们参与一下吧，看一看谁是我们最幸运的十级小雪宝。抽到奖的姐姐们可以联系一下我们 GF 小姐姐，那么领取我们精美周边一份。我们的十级福袋最后的20秒就要开奖了，我们的十级雪宝们抓紧参与一下。感谢我们所有十级的雪宝们一直以来对雪飞的支持，谢谢我君君姐的阅读会员，感谢我君君姐。哇、哦，咱们的改名了小姐姐，抽到了我们的十级礼物一份，恭喜恭喜！没有抽到福袋的姐姐们也不要灰心丧气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发。我好像发错了，
啊，不好意思，我发错了一个，等这个福袋结束了我们再发一个。不知道我可以陪大家多久，也不知道大家可以陪我多久，但是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量的做好每一场直播，做好每一首歌，写更多好听的原创音乐送给你们。那么今天的生日很高兴大家陪我过了，也希望每一次大家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告诉我，雪飞会尽我所能的去给你们准备一份惊喜，一份开心。那么今天我们的生日会也即将进入到了一个尾声，还留在我们直播间的雪宝们，对大家的感谢一句话肯定是说不完，感谢咱们擂鼓的乐队会员，希望明年的生日依旧还是大家可以陪我过。我们再发一个福袋 Girl。 这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福袋了，因为上线了，咱们在最后的这一个环节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雪宝的祝福们吧。来，这种感觉像触电，跟随着来自心跳的强烈，某个瞬间我发现，想说的话到嘴边原来特别危险。我可以原来代表我的心，但今晚的月太心动，这种感觉我想你懂，跟呼吸节奏靠近我，除非你是我的白白小音，把手里握着变酒精，你眩晕在每个秒你的时候，连天空的阴霾都因为你放晴了。好听啊，没那么坏，关于爱情啊，清风穿过了树叶，像是唱给你的歌，你变电影的配乐，也是最佳女主角。如果对我来说你是数学题，看我笨的是用加减法，我又不是摩的，门外公的高歌技，看你美丽就像杰西卡，看着我的眼神我心跳心痛，浪漫的星河里万次行动，我不在乎危险，激烈划破云层，落在你后花园里星星的碎片，心在 bring bring bring， 心谁有伤痛的心，别担心站在中台，你看着我爱你的天使在向你飞来，电话在 ring ring ring， 你的声音是 bring bring bring， 今夜我们也在舞厅上上面看没有你，月亮代表我的心，但今晚的月亮特别心动，这种感觉我想你懂，跟呼吸节奏靠近我，除非你是我的白白小音，把手里握着啤酒精，有你眩晕在每个想你的时候。哎呦怪癖啊，谢谢怪癖的祝福，但是声音这么好听为什么不录出来？歌播时间的改变让我挂牌牌的路艰难又艰难，姐不过还好我终于在你生日之前带着我的十级灯牌牌来找你了，菲菲公主生日快乐。谢谢汤锅姐。菲菲哥哥生日嘛，主打的就是愿望成真，平安喜乐，祝生日快乐，所愿皆所成。谢谢喵喵。不、哦、直接哦，这是直接画出来。谢谢睡觉的可爱小画。可爱的菲菲你好，今天是不需要流星也能许愿的日子，生日快乐呀，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顺遂无余，皆得所愿。谢谢抓一只。哦，九夕的祝福，谢谢九夕。良辰吉日时时有，锦瑟年华岁岁拥，雪飞哥哥生日快乐呀，谢谢小天儿，不负心中热爱，祝你站高台，心月皆可摘，祝你岁月慷慨，终寻得蓬莱，此后沿途总有鲜花盛开，
一路快乐，长盛不衰，跨越山海，拥抱所爱，人生耀眼如白昼，灿烂若星海。张雪飞，生日快乐呀！很高兴能在你25岁认识你，很幸运能在你26岁陪伴在你身边，很希望在你62岁的时候还能听到你给雪宝们唱歌。子修声音还挺好听啊，雪宝永相随。哇，谢谢子修，在这里祝张雪飞26岁生日快乐。虽然但是今天是我这个25岁生日，长生不老。啊，喵酱姐姐的，我看一下啊，谢谢我喵酱姐。雪飞，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恭喜你长大一岁了，我再次祝你早日前往杭州，越来越好，你的粉丝小宝宝会一直陪着你的。小智怎么说话也奶奶的，谢谢小智，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感谢草莓开通月的会员。雪飞，生日快乐，祝你快乐不止今日，祝你平安顺遂，祝你往后生活快乐无忧，祝你所得皆所愿。Hello， 雪飞啊，我是橘子皮儿，很高兴能够成为雪宝。印象中的雪飞老师还是那个酷炫的 rapper， 从来没想过能够通过二次元的大头儿子，再去认识这么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张雪飞老师。知道你很厉害，也看到你的努力，当然更庆幸的是能够在这里，在此刻陪你继续前行。感谢橘子皮了，一句话，加油啊菲菲，加油，我们雪宝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未来的路一定繁花盛开，人声鼎沸，祝雪飞一路长虹呀。哇哦，好会说话啊，谢谢橘子皮。生命从小溪的流淌中获得，青春在飞流的倾泻中闪光，谢谢哥哥的月，雪飞哥哥存在的价值于大河的奔流中呈现，采一束温暖斜阳，加一缕晚菊芬芳，送一条生日祝福温暖你的心房，道一句生日祝福，快乐永陪你身旁。谢谢四连姐的祝福啊，四连姐一直兢兢业业的给雪飞应援，很感谢四连姐。还有你一直叫不着名字，可是你到现在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我还是叫不出来啊，这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个英文是怎么念？感谢祝福。你好，雪飞公主，你好呀，我是你的雪宝思淼。哦，斯嘉丽。今天是你的生日。感谢斯嘉丽姐姐。快乐呀！今天就记住了。像孩子一样快乐，像星星一样努力发光，像清风一样自由，像太阳一样耀眼。加油，大胆向前去，为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吧。雪宝永远是你最温暖的家。祝你万事皆圆满，所愿皆所得，生日快乐雪飞。谢谢思淼姐。哇，璎珞姐也是手写的，这个我回去慢慢看。感谢璎珞姐。雪飞呀，我是佳佳，听说雪飞老师要过生日了，我就祝张雪飞生日快乐。佳佳不是说过生日的时候改后缀吗？不能骗我吧。最重要的是你要天天快乐，身体健康哦。谢谢佳佳。雪飞老师生日快乐，岁岁年年年年岁岁，愿你所在之地每天阳光灿烂，愿你所做之事皆为心中所爱，愿你多事忙，长安宁，岁无忧，愿你永远安康，祝今天你许下的每一个愿望都能实现，
祝你生日快乐。这是雪宝们为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但不是最后一个，雪宝会一直存在的。谢谢九洛，祝雪飞老师生日快乐，愿你的未来里充满阳光、快乐和幸福，早日去杭州签约。很高兴能成为你的粉丝，今年我陪你走过的时间不多，但也很开心能认识您、粉上你。愿新的一年里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好运都围绕着你。 Happy birthday, may you be happy forever。 谢谢莫言妹妹。走来了，在这里我们起熬过夜，我也早起过，跟其他老师一起很晚都不睡觉，在苦苦各过。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觉得自己看不到希望，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忘了自己来是来干什么的。在我最至暗的时候，最开始的学宝们，我始终记得那些人鼓励着我、陪着我，用一句感谢真的表达不完我内心。的感谢，我妈妈告诉我要保持真诚、热情，做一个勇敢、有担当的人。很庆幸一直以来，谢谢大家。听的疲倦，代替不说的失落。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眼中倒映着夏夜绚烂的烟火，灰暗的心。竟然开始变鲜活，你的存在治愈我，月慢慢沉了，海风还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头号支持者。感谢是你从爱坚定又温和，并肩走着，我就永远不会跌落。繁星闪烁，跟你聊梦，想剩下什么？你却笑了，说只剩我能。同时也很感谢星天外，感谢我们的企业，感谢娃妈妈给我学习，陪我成长。今天是起了100天，一个新的起点。各位姐姐们，我们还有明天，还有未来。祝愿所有的姐姐们往后的日子天天开心，没有烦恼。祝福所有的老师们都可以成为星天外这片天空中闪亮的星星，而我也会在那片星空中一直守护着我的学伙们。哎呀，看完了之后还挺有感触。祝我的仔生日快乐，来日方长，名扬天下。掉。哦，看完了。怎么说呢？百感交集吧，家人们。很感动，很感动，大家为我做的这些。感觉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该做的还没有做完。已经卸麻了，说实话。谢了一晚上了，已经不知道谢什么了，家人们。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头一次有这种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的感觉，家人们，真的就突然说话，说着说着脑子里面空了。现在尤其是看完刚刚那些东西，掉。
这个点还在陪着我不走的姐姐们，那应该就是我们真正的雪宝们。真的，就是在我不知道说什么，你们也会陪着我在这里，很感激，很感激大家。掉，你说我们会有很久很久，我觉得是有的，会有很多次，就像这种活动，甚至能想象到了，真的，说不定以后真的我结婚了，哇，我觉得你们都来，真的，我给你们包鸡酒。就感觉明明就是一个互联网上认识的这样的一份缘分，哇，你们怎么对我这么好，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真的。坐得下吗？必须坐得下。很不真实啊！就是以前玩说唱，我最火的时候啊，只是有人听我歌，但从来没有任何人为我做过什么。似乎我已经把自己锻炼成了，就是一个很直的人，因为我觉得直。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武器，是一种保护我的方式。我可以用直来过滤掉很多一些我羡慕的东西，我在乎的东西。比如以前我跟爱豆们一起演出的时候啊，我会发现他明明不怎么火，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啊去给他送礼物啊，就在我旁边，就那一瞬间我看他收到了，没有人给我，也没有人给我应援，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直到就是来到了星天外。咱们直播间人不多，不是一千个两千个人，咱们稳定在一百多个人左右，但是这一百多个人却让我感觉到了就是某种力量，就是让我坚韧不拔，从来不敢相信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慢慢的开始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们，我觉得我任何事情我都可以跟你们分享，因为你们不会伤害我。一直以来都在标榜自己很优秀，不是吗？一直以来都在标榜自己很厉害，正派，正能量，标榜自己的一切，可还是过不去任务。标榜自己那么出名，那么辉煌的曾经，流水还是不够去杭州。标榜自己那么好，那么优秀，直播间人还是只有一百多个。这次生日让我也明白了很多，让我也变得有了自信，家人们，真的是今天你们给了我这一份自信，我会带着这一份希望，带着你们的对我的好，往前一直走。咱们拿到杭州资格卡，咱们变成星天外最闪耀的那一颗星星，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青春永远不会毕业，待我功成名就的那一时刻，家人们，真的，我们最早的这一批学宝，到那个时候啊，我不觉得你们是粉丝，你们真的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因为在我最落魄最难堪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是你们陪我走过的。在我以后好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我欠你们的我感觉永远还不了。欢迎十一啊，好久不见。顶峰相见吧。
该说的都说完了，姐姐们，希望大家按时吃饭，好好睡觉，少少熬夜，做一个快乐的大人，或者做一个快乐的小孩子。咱们今天生日会就到了，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有万粉，哦，两万粉、五万粉、十万粉，各种各样的大活动啊，成为厅里面帅帅的大 rapper、大主播。家人们，玩什么不玩？宣布一个事儿啊，明天停播一天，因为明天确实我好久没有休息了，我想出去溜达一圈。然后呢，今天就要补这个时长吗？一会儿可能还是会再排几个档节目，然后我不会排特别多。还是那句话，虽然今天是我生日，但也没有必要陪我熬夜。然后呢，我们万粉活动的时候啊，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啊，我们万粉活动的这个礼品啊，是咱们家喵喵小妹妹提供的啊，一些就是作者亲签的这个原单的书籍啊，目前我不是很了解，只能在这里给大家预热一下，可以我们期待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在扣牌，对，对，期待一下作者亲签的，亲笔签名的，好吧，所以说我们家福利多多，精彩继续，我们不要错过。那么我准备下播去排档了，咱们一会儿听力见吧，姐姐们，啊，对，感谢感谢咱们喵喵，咱们万粉活动的时候会送，好吧，谢个榜，谢谢淘气宝姐姐啊，这几天哭哭捞我呀，然后有一天晚上很晚了还陪我熬夜，然后给我过任务，谢谢喵喵也是这么久以来的陪伴。然后呢，哥哥虽然有点直，但是就是有点直，可能改不太了。谢谢满堂啊，虽然你现在是大哥的这个管理了，但是没关系，雪飞这里永远有你一席之地。谢谢黄淑英，咱们的璎珞姐姐这么久以来的支持与陪伴。谢谢小左姐啊，不知道你旅游怎么样了，回来了吗？谢谢柚子，我的女友粉们，下次不会再把你名字叫错了。谢谢公主睡觉，谢谢我辛苦上班的柠檬姐姐，谢谢轩小轩轩正次方，谢谢小白，谢谢 S 姐，谢谢婉月姐姐，谢谢肋骨，谢谢薇姐，谢谢让韩寒气嘎的管，谢谢零零零，谢谢小田，谢谢九洛，谢谢 Lin， 谢谢丁宁，谢谢小郑，谢谢生哥，谢谢草莓，谢谢思思，谢谢糖果，谢谢小智，咱们可以来我们的粉丝群里玩啊，姐姐们，我们粉丝群里面福利也挺多的，大家没事都在一块冲了。我给你吹吹来，给你吹吹，什么给我吹吹啊？给你吹吹，你在干嘛？我在吹吹，吹啥呀？吹头发。你咋还在陪一陪呢？我准备排档去了，我在卸榜。那你先卸榜，听听。月姐，谢谢宁静雨轩，谢谢我萝卜姐，谢谢苏苏，谢谢冰柠檬，谢谢窗帘，谢谢笑月，谢谢七七，谢谢栗子，谢谢可乐冰，谢谢。叫我宝贝，谢谢月牙，谢谢小角落，谢谢斯嘉丽，谢谢阿尔波布特，谢谢 YQ， 谢谢烟雨，谢谢 Blue Seek， 谢谢倩影人梦，谢谢全倾天下，谢谢风和，谢谢叔叔，谢谢超级社恐，谢谢婉慈，谢谢不干活，谢谢浅弱，谢谢渲染，谢谢子不语，谢谢思苗姐，谢谢思莲，谢谢苏瑶姐，谢谢我们所有今天晚上陪着我的雪宝们以及所有的姐姐们。你老吹啥呢？你吹吹，你吹吹不？我给你吹吹。
吹啥呀主要？吹头发。为什么要吹头发？不知道，就想吹吹。好、啊。您排档了，生日就过完了。那个抽中的那个周边的立辉档，你那个地址，啊、嗯，我知道，会发给你的、嗯。好的，啊、嗯，给你帮你记一下啊。祝雪飞生日快乐啊！就是互联网什么一路长虹啊！你视频发完了、啊？发完了，所以在吹什么呀？到底？吹什么？吹，我也排个档吧，姐妹们，我也排个档啊。啊，我也排个档。那你来我们厅排呗。排个档，去你们厅排不了，打不住，打不过。你是不是以为我哭了呀？你搁这哭哭吹，你当我是你呢？笑哭包。你怎么人身攻击呢？你怎么？壮壮，你今天秀性你最大啊！你怎么人身攻击、啊？这什么人身攻击啊？不是，这不是讲述事实吗？嗯，我也排档啊，我在守塔。哦。加油！加油！给你油啊，倒是。那你往上扣不得了吗？不好说，你知道吧？54了，我看到了。没事，嗯、再扣。等会儿啊，守个塔。今天还挺好的，今天任务都不是很高，稳稳的能上。扣上了吗？55出结果，应该是可以扣上的，放心吧，家人们，今天任务都不高。不是你到底在吹什么呀？吹头发，你看我头发，你看。你来个来，你来个来。你头发，我发质比较好，不是那么甩。你太硬了，你发质，你平常用点发胶挺好的。行，那你给我邮点吧。你又不出门，不用烂胶。行了，那行吧，那你给我放阴阳生日快乐啊。我放了吗？啊，你怎么放我偶像易烊千玺的歌呢？我很喜欢他演的一部剧叫《藏经湖》，《藏经湖》啊，我很喜欢他看演的戏啊。还有那个《奇迹小笨蛋》，《奇迹小笨蛋》也好看。贴近你不